何为雪中悍刀行？这个故事还要从我的身世说起。天下第一纨绔最跋扈的草包，听说有人当街骂我呢，那我得学两句。吴皇，是因为我北凉第一人物。老黄，你去干嘛？我看热闹啊。胆子够大。您瞧瞧，真是一帮吃瓜群众。好在出门游历，吴皇有人惦记。是谁？是自己想我了没有啊？也有更惦记。杀你！杀我！势不两立，都是来杀你的。你挺抢手啊。哎，我儿子呀，命里有桃花劫。因为过于抢手，有的时候啊，他们也会内卷。记住徐凤年，都是来杀我的。六，哎，家世太好也是烦恼。徐凤年想要世袭罔替，北凉就必须是孤臣。杀了徐凤年，我会怕吗？各方势力是你方唱罢，我登场。天下高手排名，哥，这一位常年排在第十一，这才有点意思。江湖一路行，你老了，说甚废话？你就是未来的天下第一，吹吧你！骗过徐骁行不行啊？这一步绝了。徐骁谋划良久，可谓把一切变化都算到。哼，摇人谁不会啊？你到底想做什么？当然是把事情弄大了。闯荡江湖，我先立个 flag。人情公理我要，天下大义我也要。哼，我拭目以待。12月15日，这是哪一出？小二，上酒。